香港的姑娘们，你们漂亮吗？好。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，我骑着单车带你去看夕阳。我的舌头就是那美味佳肴，任你品尝。我有一个新的故事啊，要对你讲。走过战争了，进攻方圆的重演，战和战剑去穿烟马云，坦克进关，出发前回到了阁楼，装饰面是按摩女郎，唐三藏咬着他方便面来到了大街上，给家看个吉祥。香港的姑娘。